你是什么人？惊天雷！少林寺高僧，拜托。好。阁下是？我是骆振山。哥哥，原来嫁祸你的人就是他。我们先把舍利子抢回来，上。上。师父，我来。啊啊啊
Ha!
要马，你前去就是。身居老者，吴都汉今晚来借马，不愿惊动你。既然你知道了这事，别怪我了。Oh!
寨主，兄弟途经贵地，行于方便。滚回去！嗯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你我素不相识，何必如此？古东汉，拿住了你，官家可是赏银1000两啊！快收起你的小钱儿，自己绑了，免得本寨主动手。别走了！哎，
去呀！哎。你是何人？为何与我过不去？龙江蛮汉，不拿你头颅，绝不甘休！啊！上下联手。
Mm-hmm.